家看到现在在台上就坐的是世界手风琴乐团，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那么可以说世界手风琴乐团也是国际手风琴联盟举办的世界杯手风琴锦标赛的一个特色，每年都会将在闭幕式上为大家演奏。今年这一支以北京市少年宫百笛手风琴乐团为核心，加入了国际手风琴联盟的官员、评委、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爱好者的乐团，将在今晚显得格外的耀眼。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他们今天晚上聚集在这里为我们演奏。今天晚上首先要为您献上的是一首春节序曲，让我们有请指挥陈伟亮。